刚才组长说替补会要上去，他现在的投球能力啊，投球能力啊，是国家队在定位球当中一个重要得分手段。是的，为了队长最高的助威，投球破门，比分变成1-0，这场球中队的领先是非常的早。大家看慢镜回放啊，冲进来的全是红色的球员，蓝队这个队员呢基本站在原地。说这个角球啊发的质量高，包括队员呢这个跑起来的冲起来啊，就是一个形成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像一啊一窝蜂一样，他的一好，包括的点很惊讶。他记得那个打韩国3-0的时候，他这个点是传起来以后投球是吧，这回来自两个这个陕西浐灞两个队员是吧。我们注意到4231这个阵型的要素在哪里，就是顶在前面这个腰，杨旭要一定要回来起到桩的作用，你起到桩，你往中间一站一过渡，两个边路就飞起来了。刚才是从打到他，你看杨旭中间拿开给、你看曲波拿的也很漂亮，看到于海包抄很坚决是吧，然后他两个边路上去之后形成了合围之势。对啊，这个球的也是现在足球发展理念，从中路走往两侧发展，然后呢再到中路形成传中后射门是吧，一气呵成，线路很清晰。两个队友来自于啊宝龙浐灞，两个队友是吧，一左一右。刚才杨旭的中锋位置的回接过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从后场到中路的发展，再往边路一传，哎，于海是用右脚打的，还是杨旭打的呢？应该是于海传的吧。比分变成3-0，但是比这个3-0比分更让人在这个下午感到心情愉快的是，这三个球进的之流畅啊！对，流畅。其实关键一下，我看应该是于海停球转身这下是还是于海打的呢？啊，杨旭打。队友已经把吸引的防守都吸引到中路。把球又传过来了，很舒服的一个位置。对啊，